上尉，丢达尔上将下令在进攻奥古斯特格勒前召开最后一次战术会议，我给你接通他的作战指挥室。啊，上尉，我们一直在等你呢。你应该已经得知了，我们正在协商最后的进攻计划。有一点你必须了解，虽然明克斯无法召集增援，但他的现有部队数量依然庞大。奥古斯特格勒可以说是全帝国区域防御最严密的城市，而且明斯克此人用兵老练，你最好小心他可能发动的一切反击。虽然我们已经重创了他的战略巡航舰队，但我们认为明斯克肯定会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射核弹。你的各个基地都要保持警戒，千万要注意敌人的幽灵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上尉，要小心。还有，祝你好运。等今天结束，泰伦帝国就会成为一段回忆了。报告，幽灵报告。待命中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接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侦测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侦测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基地遭到攻击。嘿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这就去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即将放弃附属建筑，基地遭到攻击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收到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把雷招来吧。基地任务不足。刮大风了。基地任务不足中。请耐心等候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晶体矿不足，正在受到正在进行的蓄电打击。有命令吗，长官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报道，收到。晶体遭到攻击。坐稳了，前方有气流。明白了。上上，我们得走了。上上上，炮火轰鸣。收到，总部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报告。明白了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都是长官。更多补给站。明白了，任务完成已收到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报告。报告。任务完成就绪，长官。补给站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输入坐标，预定轨道，一切正常。任务完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明白了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报告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收到。
就去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报道。报道，马上，长官。建筑完成。收到。建筑完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。报告。收到。Don't.
官 ，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收到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收到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，总部。已收到您的图像信号。任务完成。指明目标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我在听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明白了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目的地是。任务完成。正在进行。任务完成。升级完毕。李汉组长向您报告，请传输指令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指挥官，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格里亚已启动。命令已收到。准备出动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准备出动。报告。命令已收到。
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快点！明白了。稍等。报告。建筑完成。是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人类这么做，长官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是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正在进行。没问题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控制器定位遭受攻击。目的地是，快点！是长官，你的部队快点正在遭受攻击。目的地是。
属建筑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高能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高能。附属建筑完成。升级完毕。附属建筑完成。请下令，长官。目的地是。有命令吗，正在遭受攻击。通讯器就位。目的地是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可以这么做，长官。请求开港。导航通讯已锁定。巡航舰准备完毕。高能瓦斯正在遭受攻击。报告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请求开港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目的地是。是长官。可以这么做，长官。正在遭受攻击。任务完成。开港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。升级完毕。是，长官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通讯，交火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高能瓦斯部署。收到通讯。已收到您的图像信号。已打开呼叫频道。所有船员到位。您好，指挥官。收到通讯。叫什么班？交火。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报告。什么事，长官？马上，长官。你打开呼叫频道，别着急。什么事，长官？你好，指挥官。设定航线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打开呼叫频道，交火。报告。收到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你打开呼叫频道。所有船员到位。收到通讯。
在小树林前几站。报告了，咱们是长官。收到通讯，交火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叫什么班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明白了，命令已收到，任务完成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收到通讯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，马上，长官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明白了。您好，指挥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呼叫频道，任务完成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任务完成。收到通讯。您好，指挥官。附属建设交火。您好，指挥官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您好，指挥官，别着急。交火。收到通讯，所有船员到位。收到通讯，设定航线。别着急，已打开呼叫频道，交火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交火，设定航线。别着急，交火。攻击，别跳脚。
当心。推翻了联邦的人，推翻你也一样不在话下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先生，因为你会跟你手下的其他官员一起被公开处死。哼，你敢？一个自封为皇帝的人在这里跟我说敢不敢？你的风光已经到头了，平民林克斯。上尉，被逮捕这个皇帝，各位，你们的计划恐怕得延后了。长官，叛军指挥官肖伯利安号刚刚进入了我们的反应器范围，他后面还尾随着一支新兵小舰队。什么？这些攻击者都是些什么人？尖锐的，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你这条贱命，阿图尔斯，你就闭嘴坐稳吧。不过别误会，我们之间还有一笔账要算，只是眼下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想要你活命，赶快准备好你的舰船。